好了，开始了嘛？成日瞓咗邊嗰啲？瞓咗成粒鐘咯，拆翻佢。 咁可能嗰啲可能壓，咁我呢啲肯都算深啦，即係一個鐘一個鐘到，咁你可能唔係都巢啊，壓咗幾個月就可能就要翻手燙一兩次，一下就慢慢俾個巢嘅程度佢睇睇。 好兩個條，已經一個巢嘅程度先，住住住住住住曬啦，一住搶，一住搶啊！你成日燙白色嗰度好，你燙白色嗰度仲好。個對比啦，啊燙完之後，嗱係好好輕放啦，輕輕咁樣攔下。就得㗎啦，因為啲真絲咧，即係你個信唔使大力壓落去㗎，輕輕放手，放住手咁樣燙，拎起就得㗎啦。 咁就劏完啦。係啦，直翻曬咯，直翻曬咯。係啦，OK，唔該。仲要係細細力，唔需要大力。唔該曬，Rebecca 媽媽。